109这题是真型，然后算真型的对角线。现在这里有一边根号 2， 啊，这边是根号 2， 另外呢，这里加135度，这边是2的2。好，但他今天想要算的是这一条啊。对，这是 AC， 这是 BD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因为这里是135，利用这135呢，先用余弦算出 BD 的长度。BD 的平方呢，会等于这个2加4减掉2乘根号2乘上2，然后再乘上这个 cosine 135，就是负的二分之根号2。这里约掉，啊，所以这边是4，所以这样是10，所以 BD 长是这个根号10。那接下来呢，怎么算 AC 的长度呢？我们这里有一个方法是利用这个是垂直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面积来看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三角形。哦，我们现在这里也有这个三角形面积，三角形面积啊，三角形 ABD 好的2倍，刚好就是那个2乘上这根号2，然后乘上 sin 135，sin 135的话是这个根号二分之一，这个位是2。好，那也会等于真型的面积，真型面积刚好就是 BD 长乘上 AC 长，再除掉2，好，这边要等于这个2。然后这里 BD 长是这个根号10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AC 长呢就等于4除掉这个根号10，好，等于这个5分之2倍的根号10。